진짜. 里边超级软糯，青椒吃起来就是比较甜了，哇，这鸡排好嫩好香，鸡排腌得很入味，肉纹路分明，撕着吃也太让人欲罢不能了。丝热狗棒，它外面这层好硬啊，这个炸包菜好好吃。把剩下的榴莲也吃掉吧，帮明天的自己分担分担热量。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水果？我愿意为它多跳几遍帕梅拉。烤烧饼，边边全都是硬的。那我们就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